Go back. Hey, 乡亲爱，大家好，我是财经，欢迎来到外频道。哎，忘记了，会员频道才能解锁手放下。今天来到了风光明媚的利瓦丹，超级美的。然后现在呢，母光先不打虎，日月潭呢现在还有一个很棒的水上活动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 SUP SUP。现在啊，立式划桨非常的夯。那在日月潭啊，你不但可以看到很美的景，还可以轻松的享受水上活动。但是千万要注意，这边呢、虽然是合法的可以下水玩水上活动的地方，它是有限制的，一部分的地方会是禁止引入，因为很危险。所以啊，你们一定要去申请下水。如果你嫌麻烦的话，就跟我一样啊，直接跟业者报名最方便了。他还会租板子，你就是可以直接出去玩了。那我们待会就下水去玩吧。哇，超美的！距离上次滑 SUP 应该有一年了耶，太久没有滑，好像是花莲。上次也是跟蒙哥一起，我们去花莲，我们是在什么溪啊？花莲溪急流泛舟。它这边的活动除了是立式滑桨以外，它还有水上瑜伽。待会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水上瑜伽。还好姐很嫩 Q， 瑜伽要嫩 Q 一点，对不对？吊绳很重要，对，还是我们的安全。吊绳要记得。出发 ，Go！ 跟着蒙哥走就对了。好玩的耶！刚刚滑那个立式滑桨，其实这边真的很适合家庭一起来玩，你不用担心没有浪，它就是稳定度很高的一个水域。我站着滑过来滑过去没问题，我算你新手啦，滑第二次而已。边边超多鱼的。不是重点，今天鱼不是重点，晚一点再说，先玩。然后现在我们要开始集合，然后我们要玩练瑜伽。瑜伽带给心吗？这样子。完了 SUP 超级好玩的一个活动，然后因为我是第一梯次，是早上的7点到9点就结束了。我们大概9点结束嘛，我们8点半躺在 SUP 上面做瑜伽的时候，妈呀，怎么这么热？躺着的时候都快烤焦了，超热的。待会还有下一站行程 ，Go！ 你们说说日月潭是不是真的很美？随便拍，随便美。烤肉喽！现在呢就是烤肉时间，我冬天吃火锅，夏天吃糖吧。然后呢，我们这次准备了很多肉但是我这个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，因为真心超好吃。我们不管是露营啊，或者是去野外野营之类的，已经帮你腌好的肉，绝对是大家最想吃的那一道菜，大家都会等到最后，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烤过一轮喽。好吃的好酒是要盛瓮底，好吃的肉是要放最后。哎，有押韵呢，我怎么那么厉害？柴烧脆皮五花猪，
很厚，对不对？它这个啊已经料理好了，也腌好了，直接用气炸锅加热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是常温，把它解冻之后再拿来烤。这个是柴烧双酱厚切猪，他们家其实还有整个系列还有很多产品。这个哇，哎，它的双酱很厚哎。跟狗都说上菜上菜，太香了。我们现在就是开烤。脆皮猪五花汁，皮烤到脆脆的，然后肉汁全部都锁在里面，你也不会觉得中间的猪五花油脂太多会腻口，脆皮的口感跟那个肉汁整个搭配的一绝。哎，给你听听看它的脆皮有多脆，给你们听听看这个脆皮有多脆。我不知道有没有收到了，这个麦可能没收音没有太好。它真的很脆，而且中间很 juicy， 它的肉跟肥肉就是调和的刚刚好。有些三层肉，它的肥肉跟瘦肉啊是那种1:1的，实在是吃起来你会觉得有点腻口，它的油脂太多了。它真的是搭配的刚刚好。另外这个是柴烧双酱猪，它也是满满的肉汁，而且啊它吃起来其实有点像港式料理店的叉烧。味道有一点点的接近，因为它是有点甜甜的叉烧的香味，可是它更嫩，它真心的，好吃了。好，我们要继续享用美食，把它吃完了。Day two， 今天第二天早上，我们要来钓梗鱼。梗鱼是白天咬度比较好的鱼，然后也是这边的名菜，我们来钓钓看。然后今天的钓组是用手竿，24尺。24尺，你没有听错，就是这么长，拉起来才好玩。打窝，就是你把它聚在一个位置做窝，就在这里。是啦。哦，梗鱼啊。我不吃哦，好像可是又不像梗鱼。它为什么转头一直抖抖抖？我觉得不像哎。不像啊，我觉得不像。面。梗鱼应该。要不又是打压吧？不是，好像不太冲。我把它解开，啊，你看要不要去外面？到后面是手绳，我比较好拉。哎，你要好，好。我干嘛？我怕掉下去。来，捞鱼手准备。没那么快啊。可以配出来了。有可能是大打，不然就不用。有的啊，梗鱼来发到的啦，对，它才那么大。啊，梗鱼，哎呦，不小，哎，不小。手竿真的很不一样。哦，粗呢。3斤，对啊，八到 B。哦，难怪那个胚的程度。准备好耿耿于怀了吗？抱在怀里，耿耿于怀。要吃的话，我们再带回家。如果你不想吃的话，我们就放它回去吧。它是原生种吗？耿鱼？不是。拜拜。那种胚力也是个可敬的对手，好玩。就是要玩手竿。刚才小马这只是24尺的竿，还蛮好玩的啦，就是手竿的。爽度不一样。那个有缆，那边有缆绳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看到了。哎，捞鱼手预备。我们看一下手竿的角度。看得到，看得到，上来了。正吃。哎，小梗。扒到那个鳃啊？没有，它本来就是扒的。它用鼻孔啊。它用鼻孔撞鱼啊？撞了。还没到，没到。给我了，先拉线。上面缆绳制约住。
量刑了。今天我不会是包那一只，不是没有没有，刚刚咬哎、欸，才放下去又一分钟又咬，因为白天讯号好多。中天财经频道与钱同行，通膨时代来临，荷包不缩水。台股、美股、ETF、基金、外币、黄金、虚拟货币，还有保险，如何投资理财，创造被动收入，实现财富自由？房市火热，政府打房一波波，房价越打越高，何时才是买房好时机？请锁定每周二、五晚间八点钟，中天财经频道张雅婷和您与钱同行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李小玲，全球财经周报每周六日最新总体经济趋势报给你知道。凡是跟资金有关的这个市场都会收缩，所以房屋市场也是一样。明年的利率是绝对高于它，所以明年应该那时候它的绝对是2.8。欧洲绝对是俄乌战争最大的受害者。掌握金融脉动，世界局势变化。我是马凯，我在全球财经周报。最顶级的豪车试驾。最热门的新车尝鲜，最实用的空间展示。每周一周五晚间九点，别忘了 YT 搜索中天车厂家。每周三套灯到这里店，猪猪哥聊聊车，陪你一起来直播。更别忘了帮我们按赞、点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新总统级的顶级食材，秘制独家配方，以十多道严谨的工序，将严选的大干贝、珍珠包、石斑鱼、菲力入酱，上快点购的网站来订购，就拥有五星级的食材，同时还有推荐代码 CTI999， 就能够享优惠，给大家总统级的享受。